来自然。我来，我知道。上上。这个政府对其他们都恐吓，这个胁迫进行监督。作为我们在美国这个民族这个土地上，我们现在声援王千源同学他的正义行为，所以我们民主党的党员们一定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去支持他，支持他这种的真正的爱国的民族主义精神。现在我请求大家和我们一起呼喊两句口号啊，大家声音那个洪亮一点啊，我们要自由，我们要自由，我们要公平，我们要公平，我们要自由，我们要自由，我们要公平，我们要公平，反对独立，反对独立，公平声援，公平声援，反对镇压，反对镇压，谢谢大家。希望大家在队伍里头不要言笑，不要在那里嘻嘻哈哈，好不好？因为上面都有录像。